下面写二千通，我东西应该都过去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再买。哦，你们可以先直接试卖48小时。我想我这可以挂6个，手续费至少10000块。哦，是。你要怎么用？哦，你看现在已经整排黄装了啊！大家真的很会玩呢。哇，赤血已经好几套了啊。来，我们装备继续讲啊。哇，法神披风，直接尖叫了，好不好？65级法师传说，加的很多。漂亮。哎呀，今天怎么都没有人广播啊？这样不大行哎。你可以去强化一下吗？我们可以升等了，38升39，对了。那我们现在战力是，我们现在是6910了，好像7200才可以挑战吧？就挑战那个啊，生死之间。所以我们现在去挂邪恶。啊，不对，应该就是要收8600，收成8600。啊，不然我们现在等7250，所以我现在在萌宠郊外嘛。那没关系。你给我看最新的那个，最近可以升级的技能就可以了。Can you？ 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最新的顺序价格都不一样，还有装备，随时有人可以上去啊。哦，随时有人可以上去，跟风中一样，很耐玩的。